天底下最不讲情义的混蛋楚天佑，四处招摇撞骗，胆大包天，肯定是为了私吞那笔宝藏。欧阳明珠，赶快说出那个宝藏的埋藏地点吧。爹，女儿不孝，爹交代女儿的事情，女儿恐怕无法完成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龙行天下，真假国主。